好，我们准备来抽有属性的玉池梁。Go。啊，话说怎么办？倒过来的。哎，喂喂喂，我的对不对？我的账号是没查了。哎，有了，会不会太快？没错，说不定纪云是我嘞。第六只，二三四五六，停。怎么，死人的秘密你也好奇？不是我的，好啦，好像下一只就一定是了。二十抽，对，二十抽，算二十抽了。30抽，40抽。50抽，60抽，加发数还没，70抽。70抽，对，好，100抽，有，所以总共是100抽中2只绝，然后再，那时候100抽抽完嘛，还剩100抽，那总共200抽了。这是我必须不接。好，我们现在剩100抽去抽这都。抽象印跟那个冰糕黄哦，其实我记得象印有人是说打 PVP 蛮好用的，因为它有那个火珠蛮坦的，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偏向想要冰糕黄啊，然后这个双卡池。第10抽，20抽，30抽，啊，忘记第几抽了，不过还没抽到。什么？哪里去？哪里去？加发出喽！给进这边，没有。反正刚刚是换190抽，然后现在换130抽了。不要歪啊！不要歪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四只。哦，入魂很好用，好，感谢分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神阙功高皇亲，特奉斋女之命来协助各位。我靠，为什么这不是我的账号？好，结束。
好，这样换我的账号了。哎 欸，很不错啊，一百这样100多少？130，150，140，140收三绝。看一下。我始终相信。我这一生中所做的祈求，钱少是为了自己。好，换我了。我还是先抽阿良好了。十抽，20抽，30抽。40头，不要啊！不要让我，不要再歪了。第9个，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这是我们第七次见。第二次哦，第二次，刚刚见过了。哎呀，不过花了90抽才中。我同事的账号是100抽中2只绝，所以理论上我这个账号是衰，对不对？理论上我这个账号是衰的。我同事100抽2绝啊，我刚是几抽啊？90抽吗？你看我这个抽都忘记了。再来，哦，40抽，我是40，哦，因为我是40抽中，记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收回了，刚刚是40抽中，所以还是运气不错的。然后，嗨，大家晚安，我们先抽吧。第50抽。60抽。第70抽，去年我是抽到什么啊？我有点忘了。第80抽，第90抽，嘿嘿嘿。100抽，哇哇哇哇！110抽，啊，对，第一周年，第三个，一周年的时候，我跟苏姐一起上他们的那个去摄影棚拍啊，拍录那个录录那个。先录好影片的那个官方档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有带那个我的单机版过去，这样。我刚直接按掉，啊，还好是抽到我要的。好，还要抽吗？我再抽一张卷啦，再抽一张卷。几抽了？我记得那个主入账好像是他说，就是参加比那个 PVP 比最多次的人的玩家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这样，他是这样跟我讲的。印象中，加话术了。
不过我没再送我抽抽啊，有了有了。哎，如果歪了，我要继续抽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究竟是不是僵硬呢？好，没歪，好，可以啦。那大概200抽吧。我觉得今年办的餐点蛮好吃的，然后位置我觉得蛮宽敞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时间比去年短了一点，因为去年有那个互动游戏的部分。大，越来越大，大家都喜欢的，对不对？请借力于我吧。时装就刚才有看过，大概是这样。在我眼中，一切正如清谈中的影，见证。阿良是我记得是没时装的，目前还没有。对，目前只有这个。OK，好了，总共应该是200多抽了，200多抽，三绝。OK，好。大概是这样。